九、三、二，走。艺人曾国城主持节目，拍广告工作满档，长时间久站，很多人好奇这样会不会觉得卡卡不是呢？但陈哥人充满元气，活动力满分，他大方分享维持关键活力的秘密法宝。健力胶原，除了大家都知道的养颜美容的功能之外呢，它又有很多市售的一些胶原蛋白没有的关键成分，这我有特别特别注意。它里面有一些像鲨鱼啊、鲑鱼的鼻软骨的、鸡软骨的提取物，它有一个专有名字叫做 UC2， 加上从原料、制造、设计、包装、生产，全部都在日本做的，都在日本完成，这品质绝对没话说，日本知道的 ，good。所以要常随时注意要保养自己的身体，真心感觉。选择甘味人生，健康人生。这一款健力胶原 EX Pro， 它所使用的非变性二型胶原蛋白，它有别于市面上的 UC2， 它所使用的是复方的二型胶原蛋白，然后加入了鲣鱼弹性蛋白以及鲨鱼软骨萃取。那另外啊，我们又加入了蛋壳磨粉末以及蛋壳磨肽。除了有好的保健品，医师也提醒保养要从日常生活中做起，为自己顾好关键力。到了30岁以上，如果有一些不适感的话，其实就是一个保养的关键时间点了啦。平常保养的时候可以选择一些富含胶原蛋白的食物啦，当然也是可以选择一些健康的保健食品，譬如说富含一些 UC2 啊，或者是鲑鱼鼻软骨等等，这种具有保护关键的一些产品成分。平常作息啊，当然主要还是以适当的运动，那训练我们的大腿的肌耐力，常常晒太阳也是一个蛮有帮助的方式，因为太阳还是会增加我们一些身体的钙质、维生素 D、钙质等等的补充。有了健力胶原 ES Pro Plus， 甘味人生健力胶原，为您的下半身赢得关键分，快跟着曾国城一起让身体变得更年轻、有活力。记者林慧周君婷采访报道。